我跳鋼管舞啊！驚啊！我未接觸過啊，鋼管舞。踢右噶，上咗噶。哇！小心。有個冰豆令到佢啊講出三句嘅字，你好硬，你大啲，你唔好望我心口。得啦，輕鬆啊！嚟到呢一刻幾好玩啦，不過真係有啲攰。其實最主要我覺得係隻手。哇！依家朋友嘅優雅。佢嗰啲係冷笑話比較多，冷激咯，真係。但係都 OK 啊嘛。OK 嘅。舒服嘅。哦，係啊。OK。好似有啲唔尋常，係咪策劃緊啲咩？你好硬 ，OK。喺後邊順住你咁線落嚟。記唔記得啊？你慢做應該 OK 啊，我諗。咁樣攞膝頭，跟住啱啊！OK。唔係，但係我覺得都係我宣揚嗰個吸引力法則咯。即係頭先我係話你，你要諗住自己大力噶嘛。你講一次，我即刻大力啲，爆招先。大力啲。你大力啲啊！你大力啲啊！喂，唔得啊！再大力啲啊！你話要你硬啲，我啲肌肉先硬啲。你硬啲。啊！嚟啊！你快啲講啊！你再硬啲。好。哇！真係得喎。兩個秘密任務，下邊仲有，仲爭一個，但係呢個係最難。回氣先。我想睇多次啊，我睇唔夠啊。好型啊！你啱啱可唔可以做多次啊？我要贏，我一定要贏。好靚仔喎，啱啱嗰下。咁啊！即刻作樣。如果你輸咗點算啊？我輸咗喎，我哋一係揾啲嘢玩咯。我跟你講一句嘢，或者跟你做一個動作。如果我贏咗，你跟包我。好啊。OK。因為我一定贏你嘅。睇下點，而家要勤力啲練嘢先。我都要勤力啲先。哇，好有味啊，似狗啊！我發現佢亂咁嚟喎，佢純粹靠力吊起個人嘅啫喎。錯鬼，要儲氣。最難係升起個人，咁樣撐住，跟住咁樣升起嗰個難啲。我覺得比賽贏緊，我轉頭會 freestyle。加多啲自己嘢落去，跟住入埋音，跟住老師又判我贏，跟住佢又跟我講嗰句嘢，任務完成。但是 Hanna 是比較優美，而且其實 Hanna 是比較貼近原著的，她就因為太大力呢，跟住就她會改了一些東西，我都不知道是不記得還是我、哦、真的改的，真的特意的，是特意的。權衡過之後呢，因為我自己是比較傾向要啲嘢靚 instead of 勁咁樣，咁所以我就會揀 Hanna 嘅。你是不是要裸跑的？我不是，不是剛才說要裸跑的。你說你輸了我玩什麼你就玩什麼，是不是？是，但是是的，很厲害，是吧？試過 Battle 輸了，怎樣？唉，我覺得浪費了，我忘記了力同情分。
即係我覺得我入曬面心啦，我受傷應該係同老師講埋呢樣嘢，可以攞埋個分啊嘛。我覺得 Hana 係真係跳得好好，因為佢本身唔係跳開舞嗰啲，但係佢跟咧都跟得好足嘅 ，respect 嘅呢樣嘢，厲害。跳完鋼管舞啦，睇法有啲咩新嘅突破咧？以前可能覺得呢樣嘢係比較係女性化啲嘅，咁我覺得佢入邊原來同街舞有樣嘢好似，就係都好 freestyle 嘅，可以好自由咁去做自己想做嘅嘢，表達自我咁樣咯，即係唔一定變咗係淨係女仔先會玩嘅嘢咯。中唔中意鋼管舞咧？有時間都要想再玩一下，幾好玩啦，即係好 free 嘅，你玩落去嗰樣嘢係好開心、好自由，都中意㗎呢樣嘢。你任務咁都完成唔到嘅，即係起碼會令到私家對於鋼管舞其實都係一個。有喜愛的感覺喺度啦，今日嘅任務我覺得係好好嘅，成功啊！成件事完咗之後咧，你知道你嘅秘密任務？我知啊，係未達標噶。我知啊，唔係，但我覺得我做到呢個程度都超水準噶啦。懲罰係照有的。好啦 ，Hana， 係勁喎，贏咗私家喎。有啲咩感想先？其實一開始咧，我就覺得鋼管舞好大力，咁佢有跳開舞啦，咁我一定輸啦，係咪先？跟住去到跳 part two 嘅時候，咦，老師好似幾中意我喎，係咁喺度讚我話好優美，咁我覺得可能我都唔係會輸嗰個咯。啲咩新嘅睇法咧？我之前有見過啲女仔跳咧，好靚，好 sexy 啦，跟住我有諗過學嘅，但我覺得自己做唔到，跟住我係一直都冇學。但今日試完之後咧，咦，覺得好似又 OK 喎，你有個技巧喺度，你就可以吊起個人咯，幾好玩。咁你會唔會？愛上一鋼管舞，可能會唔抗拒嘗試咯。今日嘅 mission 啦，係咪先？希望就係私家可以喺透過呢個鋼管舞嘅練習片，能夠令到你對佢有好感嘅，係咪先？啊，見佢整親咁愛咯。佢好努力嘅，係咪？其實佢幾型嘅，佢一個人抽氣啊，好多 freestyle 啊，咁樣是力的表演 ，OK 啊，幾中意啊！佢幾幽默嘅，佢嘅幽默係即係佢係冇表情咁樣啦，但係講埋啲鳩嘢咁樣。其實我哋仲有一個秘密嘅任務交俾佢，希望私家咧喺學鋼管舞嘅時候咧，令到你啊講出三個句子啦，三個句子添啊！佢話吸引力法則係咁叫我讚佢好勁啊，好好大力啊咁樣啊嘛，好大力。哇！佢嘅吸引力法則原來係個圈套嚟噶，好大力啊，好勁啊，好硬。好啊！包括咧就係第一句咧就係你好硬，好硬。第二句咧就係你大力啲，第三句咧就係你唔好望我心口。哦，啱啱嗰個，我掂咗佢支麥，跟住佢唔好摸我心口咁樣啊，係咪啊？我嘗試想入套路，但係入唔到。佢入曬未深啊，好簡單嘅其實呢啲。私家啦就輸曬啦，咩都輸曬啦，咩都輸曬。唔係有㗎，有贏到，贏到我嘅歡心。好啊，咁我覺得今日對於 Hana 嘅任務咧都係成功嘅。係。中意鋼管舞，雖然有，係啦，好嘢，多謝。我覺得唔會嘅，就算佢望到你心口好耐，你都唔話你望。真係啊！真係難，我覺得我就算望住你，你都唔會咁講。係啊，你會避開咯，可能。係啊，可能會避開。幾可能騷擾佢點算啊？啲人。